刀的哦。蝴蝶姐姐，不是开学了吗？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有精神啊？对啊，现在开学了，每天都要好早起床哦，真是不习惯。一定是你啊，在暑假的时候每天都睡得很晚才起来，所以现在开学你都爬不起来啦。对啊，因为我早上要用的东西都是请我妈妈帮我准备的。你看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就算是放假也不可以偷懒。你看你现在改不过来了吧？不知道小朋友会不会自己准备上学要用的东西呢？我们先一起去跳舞，再一起去问问看小朋友哦。小朋友，跳舞喽！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哇！愿望实现的。哇，大象！请问这是谁的？是我的。大象，大象。恭喜你啊，把小红雀过了。哎呦！永远健康快乐，耶！这次我会记得来偷偷。耶！哇哦！耶耶耶耶！我们是一群勇敢、聪明的好朋友，不管是大风大。
人都会自己准备上学要用的东西。对啊，蝴蝶姐姐，你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哦，要先把上学该带的东西给记下来，这样就不会忘记咯。那我现在就去检查看看。哎，蝴蝶姐姐，你等一下，小朋友还等着我们跟他们说再见哦。哦，对对对，小朋友出门前要记得检查一下上学要用的东西是不是都带齐了。那我们下午见，拜拜。